上来上来上来，后边那个，后边那个。哎呦，刚才说兰花花家，你看人家买的大摩托车，插的整一个料，看着就惹人喜欢。跟俺媳妇说说，让她给我买一辆。媳妇儿，干嘛？跟你商量点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说，忙着呢。你看那个兰花花家，他上下班吧都骑那大摩托车，我呢就骑那破转战车的，太丢人了。关键是，给你丢面啊！所以你想买个摩托车？不是啊，我想给你要点钱，再去买摩托车。这说到底，不还叫我给你买摩托车？不是呀，你给我钱就行了，摩托车我自己去买。快删了吧！就你这个智商啊，你连个自行车都弄不明白，还摩托车？你骑个自行车，最起码安全。你要骑摩托车，我怕我都看不见你了。不能的，媳妇儿，你放心，我骑摩托车，我一定会小心翼翼地骑着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它。你连你自己都保护不明白，还保护摩托车？媳妇儿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给我吧，也不贵啊，就5000块钱嘛。5000块钱？你知道这5000块钱可是这2个月的口粮啊！这5000块钱多么的不容易啊！我一天天的省吃俭用，不嘎是吃不嘎是穿的，天天馒头咸菜。可是昨天你不是吃猪蹄儿了吗？我那不是偶尔的家产吗？我跟你说哈，就是不准买。这家赚5000块钱多不容易的，这还有父母老的，还有孩子，我没让你不行就去上班就不错了。有个自行车你就自住吧。可是媳妇儿，我真的想买一辆吗？到时候我拉着你进去去兜风，你多帅多照顾啊！我给你保证，我买了摩托车之后，我保证好生赚钱，行不行嘛？不给。媳妇儿啊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买吧呢。买什么摩托车？怎么样，正在攒一段时间钱，等攒够了，这次再买个手轿车。越过摩托车好不好？我才不相信嘞，等你真正攒够钱，你以后说又买房子了，买飞机了。你说我就喜欢个摩托车，我又不喜欢其他的，我也不好吃，我也不好喝，我又没有其他不良的嗜好。你还敢有不良嗜好？我打得你狗腿吗？我是真跟你沟通不明白。你又过来干什么？媳妇儿，我刚才回屋想了一下，确实是我的不对，我不应该好高骛远，就应该好生过日子，买什么摩托车买摩托车，有辆自行车骑着就行嘛，对不对？我为了给你道歉，我特意给你写了一首诗。啊，行啊，有这觉悟，不错。诗呢？大千网络绿影红，聊天见面心渐空，见面180次，多少恐龙在其中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什么意思嘞？我也就顺手这么一些，反正就是好的意思，夸你好的意思。啊对，还有你接着念两首诗呢。这还有个，俺没有文化，我智商很低，要问我是谁，一头大蠢驴。俺是驴，俺是头驴，俺是头带绿。我知道了，你这地儿骂我是头驴啊。
没有，我哪么敢骂你？猴啊你！你给我过来，来，干什么？你今天这儿给我等着念哈，念不到我满意，你别想起来。俺没有文化，俺是伤痕的。要问我是谁？一头大青驴，俺是驴，俺是头驴。